审视大概一分钟。女士们，女士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上上直播。你们有没有考虑过电子词典的申请吗？虽然我每天似乎都用这个，但是我一次也没有考虑过它的申请怎么样的。每天它都在想什么？其实我们不太知道。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可能我试试做电子词典就知道了吧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公公宫崎骏纯，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东西。大家看着国外的书的时候，碰到不认识的词的时候，应该怎么办？对，要查一查词典。今天介绍的就是非常了不起的电子词典，而且是中立英三种语言的。这个卡西欧的电子词典有两款，第一个是非常小巧玲珑，第二个是长大。好，那么打开看看吧。这个有点奇怪。好，那么现在试试吧。一、五、七、一，翻译。有点痛。啊？哪里不对呢？那么我们换个词试试吧。再次力量大一点。呼吸呼大一，再弱一点好不好？啊，还是奇怪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把中文翻译成日语嘛。呼呀哦，请翻译。压力大。啊，这个词典嘛。翻译总是奇怪。看看这个词典有其他的功能吗？也有动漫角色的绣花胖式的功能哦。那么妹妹吧，妹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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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妹知道了，电子词典的申请，他们每天都在想着什么？还是希望大家弄词典的时候温柔一点吧，真的是累，痛，辛苦啊！好，那最后跟我一起学习日语吧。今天的日语是这个：もっと優しく触ってよ。もっと優しく触ってよ。もっと優しく触ってよ。希望大家对词典。温柔一点，而且呢，我这个大的卡西欧词典的话，可以卖的，小的话可以卖，但是他这小心，他跟我一样非常非常敏感，而且快要考托福，还有12月份的日语考试的季节吧，学语言的同学们，用这个词典一起加油吧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，请关注我们的微博、微信还有这个频道，那下次见，拜拜。これマジ腰にくるね。ミカやってみるか。俺打つ方がいい。宮崎さんやってみろよ。これ気にする気持ちないものわかります。俺なんか腰が方が結構辛い。はあ。